日同老婆嚟亞一海景飯店呢度食 lunch。呢間餐廳位於 I Square 嘅29樓，一開 lift 門就見到人稱一哥嘅主廚楊冠一夾起嚿鮑魚嚟迎接你啦。即係講開又講啦，你又能夠將自己個名同埋鮑魚呢一種出名難煮得好食嘅菜式畫上等號，我覺得呢份功力真係唔簡單。你入到嚟發覺餐廳嘅面積唔算大嘅，咁大廳呢個位咧就有十零張嘅四人台啦。咁呢一段就係喺我埋單嗰時，我見冇乜人喺度食緊，就埋去窗邊嗰度影下風景。正前方咧係俾半島酒店食咗個新位嘅，但景觀依然相當出眾。咁呢度就係29樓嘅風景啦，樓上30至31樓咧就係南海一號，嗰個係一個一樓嘅非酒店擺酒場地。假如你話煩惱緊場地嘅朋友，不妨可以參考一下上面。嗱，亞一呢度另外有四個包廂嘅，咁入面有三張嘅四人台。入到嚟呢邊嘅景色依然係無敵海景，角度咧稍微偏少少，就是、由明珠同埋 Rosewood 酒店之間呢個罅位望出去。但感覺上呢邊係冇大廳嗰邊咁曬人，而且總嘅嚟講係靜得多，有翻少少包房嘅感覺喺入面。咁我哋覺得坐呢邊係爽過坐大廳嘅。四人台对于我哋嚟讲位置系相当充裕，正。好啦，嚟睇下个餐牌，呢度有两款嘅 set lunch， 分别系上面嘅每位298同埋下面嘅每位438，两款都系两位起计嘅，咁我哋系拣咗下面嗰款。点解嚟食 lunch 咧？因为其实一直都话想话试呢间米芝莲一星嘅中菜，但两个人嚟食中菜系一定好冇瘾嘅，个份量好难拿捏啊！你叫兩三道菜基本上已經過千，但係試得不夠多咁樣。咁呢個 set lunch 就係成十幾款菜啱曬我哋。另外都有我手上拎住嘅呢一個叫包心刺肚套餐，就每位1800蚊。咁呢款咧就應該真係試到佢嘅真正實力啦。呢度嘅餐品你發覺離不開都係會以鮑魚作為主調啊。當然啦，啲人慕名而來都係想食呢度嘅鮑魚。其實感覺上呢間餐廳係幾啱同班長輩嚟食飯嘅。好啦，咁啊，事不宜遲，先嚟試下個前菜先。單單前菜都已經成四份啦，分別就係蜜汁叉燒、滷水鵝肝，呢個係海蜇雞絲，同埋呢個辣酒螺肉。咁樣為之係二人份量，所以例如話叉燒啊、鵝肝啊嗰啲咧，就一人一片嘅啫，行嘅係少食多滋味嘅路線。好啦，嚟試下啲前菜，先係呢一個叉燒。原本以為會係肥瘦均稱嘅，但夾上手嗰時又發覺佢係偏瘦嗰啲。不過總嘅嚟講係火候掌握得好，入口嗰時都嫩啦。但我自己係中意肥瘦半肥瘦嗰啲，咁樣會爽啲。海蜇爽口彈牙，連埋啲雞絲，成道菜入口係幾清新嘅。鵝肝咧出奇地咁好喎，原本以為啲滷水味係未必蓋得住鵝肝嗰種天然嘅腥味啊，但呢份拿捏得幾好。入口是几绵几香的。咁呢个就系最后一道就系辣酒螺肉啦。佢易入口，但后劲凌厉，辣得好过瘾。加上啲螺肉咧好鬼弹牙，所以以呢度作为前菜系相当之醒胃提神嘅。前菜以冷盘为主，所以下一道咧就嚟碗羹嚟暖一暖个胃。呢碗系翠绿鲜虾豆腐羹，卖相略嫌真系绿咗啲，但捞下佢咧就发觉系相当足料嘅。入口清淡，口感丰富，豆腐够滑，啲虾仔够爽又咬口。之后一口气上晒嘅咧就系啲XO 酱煎肠粉啊、咸水角啊、粉果同埋烧卖。老实讲，其实每次被安排坐房入面咧，都会惊会入咗一个被遗忘嘅角落，啲餸要三催四请都唔嚟。但好在呢度上菜好快，好爽手啊！可能因为个 set lunch 实在太丰富。你不快手啲嘅話咧，可能啲客真係食到三點先食得完。咁呢幾件點心水準不過不失咁樣啦，都唔使多介紹我啦。但之後呢個咧就重點講講啦，算係今餐嘅主角之一啊，一個鮑魚酥。但呢個咧就係我哋額外加嘅，即係佢唔喺本身嘅套餐當中，都係幾貴噶，每件78蚊，即係換言之呢個兩件咧已經150幾蚊噶啦，賣相一流。佢芡汁咧就呢幾十年工價嘅最佳體現。個皮係曲奇皮嚟嘅，所以雖然個鮑魚有汁，但只要你上台之後你趁身先食嘅話咧，都仲可以保持到個皮嘅香脆乾身。話明一口酥啊嘛，一口就搞掂佢，相當滿足。
挞皮嘅牛油香配埋啲炆到咁入味嘅鲍鱼，我谂我成世人暂时都未食过比呢个更加好食嘅点心。之后都有好奇问过啲职员，佢哋话个鲍鱼产地系南非。鲍鱼酥之后咧，咁点心环节算系完咗噶啦，就开始进入主菜。先嚟就系呢一份红烧刺身天白花菇唐山菜，系啦，即系基本上就直接将三个食材个名字拼埋一齐嘅啫。咁心同鲍鱼一样，大家都知道就系冇乜味噶嘛，所以个芡咧就喺度决定性嘅作用啦。条心好爽口，大约就系比蒟蒻嘅口感实少少，同爽少少咁样。食落有少少散，个芡咧相当好味。花菇喺呢个时候当然唔系半碟咁简单啦，佢索晒啲汁嘅佢，甚至比条心系更加抢眼。下一道呢一味咧就系脂香焗鱼球。咁见到嘅呢一道已经二人份量嚟噶啦，即系换言之，一人一嚿。你见到个面头薄薄地有一阵黄色嘅衣，嗰阵就系芝士啦。鱼柳一面煎得好香口，微脆；另一面咧仲系好嫩滑。芝士薄薄地一浸咁样已经够晒噶啦，所以食落嘅时候，你既有芝士嘅香浓，但又唔会因为咁而抢到鱼柳嘅鲜味，几好食嘅呢一份。呢、这个午市套餐嘅主粮就系呢一份鲍鱼炆面。其实食完啱啱嗰个芝士鱼柳已经大约有八成饱噶啦，咁食埋呢道主粮咧就啱啱好。原隻嘅鲍鱼仔噱头嚟嘅啫，纯粹为咗上菜嗰时好睇啲。味道当然不及啱啱嗰件鲍鱼酥，佢个面底好好啊！一夹上手，发觉佢冇揦埋一住，条条分明，色泽多平均，入口一啲都唔油，调味均匀。鲍鱼仔就爽弹唔硬，纯粹过口瘾咁样啦。嗱，仲未完嘅，咁埋尾啊，仲有甜品，咁佢有芝麻糊、核桃酥、桂花糕同埋左下方嘅嗰三件年糕。芝麻糊必须要值得一赞，香浓又滑，呢啲磨出嚟嘅同嗰啲用粉冲出嚟嘅，哇，真系差天共地。单单系睇面嗰阵芝麻油香，已经回味无穷啦。同样道理，假如你饮过即磨咖啡，同埋平时嗰啲即溶咖啡咧，你就明个分别有几大。年糕咧就唔喺呢个原本呢个午市套餐当中嘅，但系我见话20蚊有三件，就叫嚟试下。这个呢个都同样出色。佢面头嗰阵系好薄好薄嘅蛋浆啊，所以煎完之后咧，外脆但内绵，年糕嘅风味又加埋蛋香，所以就算我啲食到咁饱都好啦，食呢、这个这个煎年糕都觉得好好食，好鬼正。好啦，咁最后连埋嗰个咁贵嘅鲍鱼酥，埋单人均就500蚊松啲，食咗十几道餸。咁除咗三款点心比较平平无奇之外，其他菜式都喺水准之上。鲍鱼酥咧贵都要叫，唔会失望啊！环境好好，服务员训练有素，屋企人系中餐胃啊，所以同佢哋嚟食饭咧一流。大家有冇其他中菜厅长推荐我去试下噶？有嘅话，不妨喺留言嗰度分享一下。好啦，咁啊，今条片嚟到呢度，我哋下条片再见。喜欢呢个系列嘅，可以赞好、分享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We'll be right back.